到底是飞虫？被撞了。 再撞一次哦！再来按摩头，好多地方。哦，倒地不会击晕眩值呢，不会击那个睡眠那些值。那就是倒地算无敌状态吧。 支持者，就昨天啊，昨天不是欣赏跟支持者同时开的啊。欣赏你的支持者，今天还可以撞啊！啊，被甩下来了。 等他飞起来的时候。不要看我，你滚，你走开，杰伦。没事。 对呢，我还没用过龙之千千尺啊。超难用哎、欸！真的假的？我们键盘啊，键盘很难用啊，好像同时按三颗键吧。然后你那个装那个蒸蛋不是蒸蛋那个什么投射物会比较好。哎、欸，哦还好哎、欸，滑鼠不是滑鼠，那个手把还蛮好用。嗯。 他好像要他倒地的时候用比较好。你如果身上有像50颗石头打出去，好像才比较爽。对，我现在上35颗，然后他倒地的话，他就不行了。好，他原来倒地了。你个废物！他甩我一巴掌。 快点，千千死！我还在，我还在。
天天使来了。天天使快可以抓了，天天使。欸、好。他在闪了，他在闪了，他在闪，可以抓了。我陷阱，不要死我。我哪会无尴尬？要求。不是吗？因为那时候有我看到有人就是去捡石头，然后是我射歪了，直接把一只好像下位的大凶菜人给秒了。我天，那么强！那应该是我射歪了。那我就试试。哼哼。边玉龙就有了。上有段大小我重开游戏好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断，刚才只是开错东西，结果开到手机模拟器，结果好像变成这样。冰鱼刷完了，不刷别的吧？什么？我说冰鱼刷完了就开始找别的啦。我刚就是刷风飘啊，双翼啊。哦。双翼才是主线呢、欸。双翼才是主线。剩一次了。最后没双。之前有看到个 mod， 就是可以改那个啊魔物尺寸啊，那个这种我就不能接受。对啊，我也不能接受啊啊！就有人是靠这种的啊，我就直接把他的台给那个解除追随什么，我直接按下去，碎两个对了，要志气。那时候改了一只那个凶豺龙吧，改到比那个活动的还大只很多，然后我干。这样的玩你也爽哦！这种就是你要开台玩啊，你要玩他妈自己玩、啊。我说我玩给自己的啊，不影响你们吧？不影响我们啊，我看得蛮不爽。然后有听到说有人缺大小鸡毛，可以帮忙哦。哇，这样就过分了。期待他的黑狼鸟可以变成。憎恨你，憎恨你，残阶任务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看到那边好密集哦，那个字好恐怖哦。对不对？我看到了，全部迷你的。对啊。哦、而且这个算好了，那个如果没有分大小金的东西，你会看到你画面密密麻麻一大堆字在飘。什么叫钢铁人啊？你可以试试看旧版的、啊，旧版好像有存，旧版真的是你看到会哭哦。
哎呦，什么声音？嗯？那个猛牛龙大鸡。哦，我来了。哦，你也在刷，这样真的很危险的。如果万一我也刷到一个大金的，吓死！嗯，我想说你刚说你刷不到，然后我就按进去。好，哎、欸，那都给你好了，一堆东西都是在你这边的。感谢，我看一下哦。感谢竟成为支持者，感谢感谢，你有步步贴图用了。我再把一些以前的贴图搬来这边好了。接移植。很久没看到给我钱了吧？哎、猛牛是怕龙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知道他要把那个，可是之后他一个月就改一次版，不然我又会像我金狮子看不到图一样。一个月改一次版，就是一个月更新一次新的东西啊。啊，新的魔物出来，我就那个魔物会看不见啊。哦，你说塞尔达？没有没有，显示那个血量，不血量，显示他怕什么的。哦。三月又要更新一次了。对啊。算了，等吃晚餐好了。明确的选择。这样一天就只吃一餐哦。是。一头大吃猛牛龙。我来玩圈圈，一直在跑哎、欸、呢。对啊。哎、欸，猛龙真的也是走很快的呢。我那时候还追不太上。嗯，有心胖子也可以走很快。我操！你都没打到我。我不是我装心眼猪吗？没有灵气，你不够。我想要新人组有拉一点距离。我看你，想看你原件快到的时候，他会消失了。对啊。你在是。哎、欸，没吹到我不管喽。我比你还晚进来哦、喔。你还那么晚到。我还是看不到 DPS 在哪里、欸、这不是主要魔物啊。右边啊，右边啊，萤幕啊。没有啊。我有啊。我看到你现在213啊。没有调。哎呀。要怎么调？我想看 DPS。节操在干嘛？调。我这边只有显示血量。你是不是全萤幕啊？我视窗，我视窗画啊。嗯、啊。我的就是显示在右边啊，那個、是无边框啊。你也是有啊，你都竟然看到其他东西了，那、啊、有看到什么热影效果什么的吗？我只有看到左边有一个热影效果就沒了。啊，右边嘞，萤幕外面右边嘞。没有啊，萤幕没东西啊。还是我萤幕太大、啊，不是太大、啊，我说那个它被挤在萤幕外、啊。然后我现在有跑出状态异常攻击之类的、啊。